红薯土豆，然后有个年糕，还有个年糕。耶，됐어来吃夜宵，남루에서구운감자와고구마그리고떡주이스아중국갔을때처음갔을때민덤마늘을어떤차가지나가는데큰대로변에큰트럭에다가이오렌지를가득싣고가는거야나는그래갖고우리는그때우리는다수입해서먹을때거든그때그게아니라하이난에서나온다는것같아열대과일이나는망고가중국에직접만들어진게더오나도망고내가잖아망고되게좋이렇게큰망고도있잖아이렇게큰망고애플망고라고요만한게있어이렇게딱 한번까서한번딱먹으면돼야그걸마트막아침에가서고자사는재미가너무좋았어만약에내가지금중국이다음에이제그이주경이없어지고갈수있지가잖아난이번에시안갈거야넌어때얘기했었잖아당연히당연히시안가자얘기했었잖아시안가어디갈까시안갔다가스촨수창나는윈난성가보고싶었는데윈난응수창갔다윈난갔다가광시에서광동으로정말로 이제막걸어갈때있어어디갔다집에걸어갈때근데골목길로막간다그래서한번이잖아어느집에지나간데어느집에서이렇게보니까낫더라누구니해서안에들어가서구경해도되냐고한국말에가아들어오래아진짜로어점심을먹고있어나또먹을거냐안먹는다고 그리고내가또어디를봤냐면우리민덤먼그웨이펑살때우리는9층이었잖아1층집을어나도지금엄마한테그거말하려고했는데1층집을갔어갔더니우리집이그때민덤먼그아파트가거의한40평정도된거였잖아엄청컸어엄청넓었잖아40, 50평됐잖아그집은집주체를튼거야나기억나그지沙发什么没有，就是那个木头的那种。哦，大大木，같이엄마랑나때거든막진짜무슨소파만한네개인가다섯개막막막아이거막나무로된침대그런침대야맞아전통침대같아집1층을두개를쓰는데그렇게돼있어我在中国上初中的时候，我们学校就是我一般我平时呢就是每天跟在外面跟同学们一起吃午饭嘛，然后有一些我的好朋友啊回家吃饭的话，就问我小芳你要不要一起去？那我每次都愿意我去他们家一起吃饭，因为我很想体验一下中国的那种吃什么生活怎么样，很想了解嘛。我真的去过好多好多朋友的家，是吗？对啊，你中午吃午餐的时候，我吃午餐的时候一般是在外面吃什么凉皮炒饭，有些什么盖饭那些东西，就同学就叫我，哎，小芳，你一起回家吃饭吗？我초대해서그냥같이가자그래부탁해小芳一起跟我去我家吃饭吗？后面哎好啊，이러고그냥진짜많이갔었어여러집을지금한집을간거야아니진짜한15명은간거같은데정말各种阶层的다가봤어뭐좀잘사는친구많이잘사는친구좀그냥각종계층의집다가봤어되게잘해줬어다엄청그부모님들이엄청잘해줬어왜냐면어그래나도한걸하나이러면서아니또치디이러면서그리고친구집에가서자고我和我妹妹在中国只待了三年，还是保持这么好的汉语水平。还有为什么这么快的速度学到了汉语呢？就是因为我身边有好多好多中国朋友。我连我去了中国之后一年半没有见过韩国朋友，所以我们只能用汉语说话吧。所以比较很快的速度学到了汉语，那些们都是我的汉语老师嘛。所以呢，如果大家在国外读书的话，必须要认识当地的朋友。너도중국친구들많이가봤잖아나도많이갔지나는우리학교급식이그렇게먹고싶어우리중국에서길거리에서군고구마사먹지않았어먹었었어군고구마팔았어다홍수있겠지사먹었 어, 먹었어그리고리즈리즈도있고하그파는분있었어동겐치리즈리즈랑밤우리밤진짜많이먹었잖아약밤요만한감어나지난번에닝보갔을때요만한감사먹었잖아아홍시어홍시감아조그만한거응한국에없어없어야이거봐 我想问一下大家哦，我们韩国人呢真的很喜欢在家里，不只是在餐厅里，我在家里也很喜欢这样用平底锅，平底锅烤吃就牛肉、猪肉那羊肉那些。但是我们也很好奇，中国人在家也会不会这样吃牛肉或者猪肉？